好了，这个马带，这个弄起来，吃了也不好的。啊，你对吧？有，这个我们之前，哦对，他们那里还有没有叫客的没有的，没有叫的，他吃了没有叫的，你去哪里去哪里？我还没有来，有人在抢，我都老怂了，我没过来对不啦？我到那边呢就走到头了，搿头交关看到。 大家侪做搿是侪弄搿物事，种子，这样种子有伐？有啊，是有搿些。羊呀。这个是最大的。做到。我们到外面多年。没干。你这就是吃什么？ 这个地方都来洗头才是。前头一只码头，侬晓得吧？前面还有个码头在前面，晓得吧？个树。嗯。 哎，过来有毛子吗？你还不三个吧？有，我们三个，咱们三个。哎，快点！哎，如果他陪陪，当个主持啊。 哦，对了，那个叫。
前面有陈世发的主题画家，又是风景做的小气，新发你这干嘛泼上来？还有买鞭炮的，这不是说嘛呢？几里啊？说嘛年轻人，够油啦！年会要几扎？年会要几扎？啊。这啥过了？这印子过。有信吗？有信啊。啊。年轻十四，肯定十四岁，是吧？差个许，差个许的，并不是开玩笑的。真的呀，你在这里玩什么？那搿都是游客位置呀，刚刚旁边一堆人。怎么上去？是吧？往左，八块块，往左去。哦。这啥玉米瓜？是糯米糕吗？就那好吃，还是要真正的。就那吃的了，不是要真正的了。哦，我弄好只泡子，回过来嘛。哦，我走过来哟。这个哦，就这样可以吃的，不用甜的了。这是鹅蛋。好吃。草莓哪能买？草莓上块丫头。哦，上块丫头。哇，这草莓店我刚刚在。等一下哦，我跑中过去再回过来。啊。我就拿了给。大蒜嘛，阿姨。搿啥菜啊？这根芹菜。芹菜啊。啊，芹菜啊。哦。那打四酱的。哎。芹菜。哦，搿是芹菜，我没认得搿菜。哦。不是四酱。啊。哦，各种各样的工业不是少。嗯。妈妈长得这么漂亮，你们两个对起了吧？美女呀。红队长，欧耶！红队长，真棒。小树。跟女人多。跟你多。跟你多。流浪者。有魅力不？这几的一本啊？10块钱一本。我这个上面是好吃吗？你要吃上面的面，想吃的在哪里？嗯，我不晓得。我总多吃这个回去，拿着老钞票呢，嘿嘿。啥叫老钞票？啊，50块啊，不要吃，吃不错。你这都，现在那现在做啥？老镇镇高头的面，嗯，那生活，搿就是正常的，前面侪是吃的，搿是正常的。还是规划过，哎，老头。我五啊有，工厂啊有。上次来着。这里人气榜的是什么东西？工厂啊。啊，老旧。老旧嘛，老旧。算嘛老旧。嗯，我先来。这个一堆好吃的嘞啊，可以住宅的呢，驿站。你要去吧？嗯，好，你们去，我立了的啊，来。嗯。好。好。干
类似枫泾古镇，类似，是呀、啊，每个地方侪有难吃，人家生活的地方，当地人生活的地方。搿个特色就是冬笋，西个烧，搿个特色，不是一个是竹笋，然后酿出来冬笋，搿里只庙看到。哎，四王庙。道教，庙，道教，四王庙，道教，庙里道教。走回去吧。我走外边。稍息。风景很奇特。你家就结束。周围几条路。还要过去吗？不过去，我这里走了，往这个弄堂里边穿进去。这是游船码头。喏，这里。嗯。嗯，对吧？然后绕到这边去。哎，对吧？好绕到这边呢。搿搭就外头是搿面的，主要绕到这边去。嗯。这座桥还蛮漂亮的，还有一套平台的，叫枫泾桥。这座桥不错。不错的。那没领了，静静的，对，您说，您说好，您说，您说的规矩。看到吧，这是蛮拽的吧？这里还是蛮好的。好。这是一个死的地方。